好高興可以向大家宣布，屈臣氏集團、永輝同埋騰訊將會組成一間合營公司百佳永輝，以強強聯手嘅模式，深化智慧零售嘅應用，並且讓顧客有更優質嘅消費體驗。依次三方合作，實在係一個夢幻組合。百佳永輝嘅目標係非常明確嘅，就係要成為廣東省最具規模嘅超市巨擘。与屈臣氏集团达成合作，将帮助永辉加速超市业态在广东地区的扩张，为更多的广东消费者提供服务。我们希望与一切自身具备强烈的数字化转型驱动的盟友一起协同作战，优势互补，助力零售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行业拥抱技术，不断发掘互联网的新机遇。一强强联手，共创新纪。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百佳永辉朝着成为广东省最具规模的超市巨擘的目标进发。干杯！再次祝愿百佳永辉的业务蒸蒸日上。